大夫，前两天那个胖子这两天有过来吗？嗯，没有。大爷，你放心，他要是再敢来，我绿了。对了，大爷，你跟这个胖子俩是什么？他呀，是我大学同学，之前追过我，但我一直都没同意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了，对对，这件事儿不要跟别人讲。大姐放心，这个我知道。好，那你先去忙吧。啊？嗯，对对，你还有事儿？大姐，我还有点小事。啥事儿？你说。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说什么东西只会往上涨，不会往下降？房子。大姐，虽说你说的也在理儿，但是不对。嗯，不对，那是什么？你说。年龄。其实我想说，就是你看我也三十多了，大姐像咱们这种年龄，你们家里人会不会吹嘘？好了，大飞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你先去工作吧。大姐，我还有个问题。还有问题啊？那你问。你说什么样的会议参加的人数最少？约会啊。约会啊。好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。大家好。菲菲，你等下去换完衣服，把我送到客户那里。收到。你好，美女，你就是披萨吧？什么披萨？我叫 Lisa。不好意思 ，Lisa， 我在一激动说偷嘴了。行了，坐下说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我们就直奔主题吧。嗯啊，这不好啊！我刚认识你就直奔主题。大家都挺忙的，我就直接说了。我这边呢，要求也不高，彩礼至少30万。要有一套200平的房子，还要有一辆20万以上的车。如果你没什么意见的话，我们今年就能结婚。怎么了？看你这表情，好像对我提的条件有什么想法？你看，我就是一个公司的职员，每个月工资也就那么几千块钱，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。现在不是都流行伴侣分期吗？你这条件我可以答应，但你看，咱不能。伴侣分期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还分期？你当这是菜市场吗？没钱出来相什么情啊？还是回去做你的小职员吧。是王英让我来，我才来的。你再说了，即使是不成，那你也不能说话这么难听啊。我告诉你，我是给王英面子才来。真是浪费时间。大龙，你这个车已经洗好了。哎，对了，张总，那个李总的那个100万的预付款已经到账了，还有你让我约的那个王总，下午签约的事儿，王总已经在等了，你看咱是不是？哎呀，张总，我刚才跟您开玩笑的，你坐，我们慢慢聊。我感觉就不用了吧，俺张总挺忙的。哎，对了，美女，我刚才听你说是给王姨面子才过来相亲来。对。俺张总也是，俺张总也是。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，然后一切恐惧我能找到答案。哪怕要你。你拿了这么多钱？别说嘛，这是个空卡。这是个空卡。
啊！大家过去，出去，出去！进来吧。哇！是心动的，早够一生都不叫。莫名的心跳。妹妹，你找我有事吗？那大家，哎呦我的妈！大家，我是想跟你说，要不？明天公司放假的话，给他们放假都中了。我想上班。嗯？啊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你要是有事跟我说。不是，大姐，我没有什么困难。那你是？是这样的，我一个人来到这个城市，也没有什么朋友。公司放假，他们都是有对象，一对一对的出去玩的也开心。我一个人，我也不想出去。所以我想加班。拿掉。大姐，这是。公司明天照常放假，你呢一会儿下班了，我这去洗一下，明天做一天的司机，陪我出去玩。啊？怎么？不要就算了。大姐，我去。大姐，没有啥事的话，我得去上班了。嗯，去吧。下班了，我得去洗车。大姐，你等一下，我去买两瓶水。好，去吧。喂，你是谁呀？该飞的手机怎么在你这里呀？嗯，他去买水了，等一下回来让他给你回电话。我是问你是谁。不好意思啊，美女，你好像也没告诉我你是谁。我是他的前女友，我叫潇潇。啊？喂，怎么不说话？等他回来，让他给你回电话吧。先这样。大姐，水妹，大姐，你怎么走到这边来了？大姐，你咋了？潇潇是谁啊？不是，大姐，不是。赶紧给他回个电话吧，他在找你。大姐，你没有生气吧？我没有生气啊，我干嘛要生气啊？那就好，好长时间都没有了。大姐，你等着我给他回一个电话，深圳不把影子完。我信你个鬼！哎，大姐，我没有上车嘞。我没有上车嘞。你别笑，不做孤独的孤独。